外表形象是假象，老外的卫生习惯好惊人。大人，有时候我卫生也不太好了。洗盘子的样子是，他会先冲水，再用洗碗巾，但是不会再冲水。啊？刷牙不漱口。所以英国人的牙齿问题应该蛮严重。我们的欧洲人里面，英国人的牙齿是最烂的。这是欧洲人最闹的名。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